梦回场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老虎，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观战方的话是一个宙斯普陀，对战方是一个狮驼岭啊，对战方的一个狮驼岭也是非常暴力。看一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局势啊，对战方开局破血，直接拿掉了观战方的一手宝宝。观战方一手紧箍咒啊，观战方早早的把紧箍咒给对面套上哈，毕竟早用早舒服。看一看对战方如何打这种宙斯普陀啊，分光给宝宝，宝宝的一个输出有了一个高额的一个提升，而且分光的话不仅仅增加这一回合，一手小漂移打掉观战方的一个锥子，再追击对面，再追击观战方的一个人啊。场上来到第八回合，对战方拉出孩子给自己卡大金，观战方出谛听啊，这个谛听的话伤害有点高。双方打得有来有回，观战方的一手谛听也是被对面扯飞啊！这个时候对战方已经被观战方就是说压倒在地，对战方利用孩子进行一个无限的一个点拉。观战方的一个宝宝飞得特别快啊，对战方也是利用自己本身狮驼岭的一个优势啊，疯狂的清观战方的一个宝宝，对战方飞机过来2000，观战方的一个抗性确实是可以啊。对战方继续出。对战方一手连环直接打这个钢板的一个普陀，成功是把观战方给点倒，这个时候其实观战方就很危险了。对战方继续还魂，继续拉，看一看对战方会不会拉虚拟，而且对战方场上有锥子的一个存在，所以的话观战方场上能够行动的一个单位只有这一只宝宝。对战方利用善恶守尸，但是给扇爆了哈，有点懵。
管理方一直把场上的一个宝宝给补全。对两方继续应激啊，伤害的话也是非常高。对两方宝宝再飞一只。这样的话对战方只剩下一只隐身的一个配速啊，观战方的一个后排有这个感知，开始疯狂的拍，对战方拉起来直接开飞机3600，这一手应激太舒服了呀，观战方场上的一个单位是满的，而且下一回合拉出来对战方还能继续出宝宝，对战方被一手反震震了一手，对战方再次应激，这个应激的一个伤害也是越来越高啊。对战方利用最后的力气拉出一只顺法，继续压观战方的一个宝宝啊。恭喜对战方拿下比赛，一手连环。